大家好，这一节给大家讲一下孙子悲哀前。孙子悲哀前，他的壁纸折合两枚小瓶子钱。悲哀前的整体铸造风格类似于崇祯悲哀，形制古朴，文字参见有力，有北方钱局的铸币风格。通宝二字类似于天命通宝汉文钱。所以推断，顺治通宝备案前，可能是盛京局在顺治早期所铸造的。顺治备案前，它的铸造时间非常短，所以存世非常稀少。目前已发现的主要版式有五种：第一种，长穿长爱；第二种，短穿短爱；第三种，沈冠宝阔元小字，第四种缩字版，第五种扩送版，这五个版都是非常少见的。目前市场上的顺治备案钱，好多都是顺治备工改刻的，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。这一节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一节为大家分享顺治备11脸。感谢大家关注。